2012最火爆的三国题材网页游戏。星梦游盟，携众知名解说，让你重温三国梦。5月26日中午12点，飞龙在天，等你一起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 Peace 斗打第一视角。那今天是再给大家带来一部影魔的视频。这部视频是刚换硬盘的时候录的。当时设置是没有弄对，所以看起来可能没有上部那么清晰。那上部视频中我也是提及到了这次要给大家带来一部逆风局的影魔。那我们也是来看看这个逆风的影魔该怎么样玩。那这边也是稍微介绍一下我们这边双方的选手。那我们这边玩的都是小号。那这个冰魂是叫做雷哈娜，然后还有一个是龙骑的小号，就是原来天梯排名前10的一个选手。那这把他玩的是一个大牛，然后还有一个叫做我们这边这个小牛 ZCD， 就是上部视频中跟大家说他那个独狗 SD 邪虐我蓝猫的那个人。然后对面比较熟悉的是这个痛苦女王偶像 P， 跟他在一起玩过，也是玩过不少盘，总感觉他在我对边的时候打得比较厉害，然后一跟我在一边的时候就有点萎了，总有一点这种感觉。看局我是直接选择了一个护腕出门，并没有带任何补给品，是因为比较高战斗力的局，习惯了3-1。这边我有队友保我，然后对面是一个猎丹的，然后就是不太想买补给了。对面最后一个人出了一个凤凰，非常讨厌的英雄。最近我是看了不少评论，我几乎每部视频感觉怎么说呢，感觉都有人挑刺吧。那我也知道一个人不可能被所有人接受，被所有人喜欢。就像一盘多塔，你不可能补到所有的兵，不出现任何失误一样。其实这个我不在意啊，我只重视喜欢我支持我的人。然后至于我这个账号影魔从2600分掉到1600分，那我觉得你们不了解就不要妄自猜测了。首先高端级的影魔本来就是不太好发挥的，然后当一个英雄的英雄分达到一个高度之后，你的数据只要差一点，就算赢了也加不了分，然后输的要狂掉，这个肯定是不可能把把都赢的。然后我记得那几天我都是一天打10几盘的影魔，也会有那种厌倦的感觉。那我为什么要3天打40盘影魔呢？我想每个解说都想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呈现给观众。我也知道大家都不想看到那种很乏味的 farm 局，所以我3天打了40盘，然后从中挑选出最最精彩的，放给大家看。因为我那个换硬盘重装系统耽误了我一天录视频的时间，然后这边凤凰烧我 QOP 越塔，这边我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办法，选择回头三压，因为我跑肯定是跑不掉的，凤凰可以一直追着玩，
然后想要回头三押试试看能不能带走他们其中的一个人，但是比较可惜的就是 C 炮没有押到任何人，不然的话是可以顺利带走1到2个应该。啊，这边也是比较郁闷，这盘没有选择走中，然后让兵魂中嘛，然后自己想着走下路补刀，因为记得当时也是打了太多盘的影魔，有点累了。走下路，比较轻松，也不错。当时我是这么想的，可是没想到最后一个人，repick 了一个凤凰走下，然后这边被杀了一次，有点惨。前面跟大家谈到我那个换硬盘耽误了一天的时间，然后大家催我快点出视频，同样的，我这边也非常的着急。那三天的时候，我对 DOTA 的感觉，几乎已经都不一样了。顺风不太精彩的局，我感觉录不了的局，我就直接是影魔出美肯祭品，速度推塔，然后想要快点，进入下一局。然后如果是逆风局的话，如果有幸赢了，也是加不到分的，因为 SF 逆风的数据实在是太难打了。那我就不谈有我的号被人挤掉了，然后掉了多少分了。另外还有一件事，就是说我爱秀操作的朋友，我想请你们仔细看看我近期10部视频，哪部是我想要去秀操作的。那我承认，我个人以前是比较爱秀的。一是比较年轻，那时候爱张扬嘛，这边凤凰一个双倍 QP，这边同样还是走不掉，凤凰一个双倍绕我后，然后想要跟那个死之前做一点贡献拼一下，结果陈梦是给了一个大招，这边还在追牛头，冰魂给了一个大，这个牛头这个 F，这个牛头的 F 好像是应该是要配合冰魂的大招，没记错的话，他们三个是线下的。估计线下说，冰魂在那说，我大了，我大了，准备 F 凤凰，然后牛头 F 凤凰，结果时机晚了一点，时机对的话，这个凤凰应该会被带走。啊，如果刚才 FQP 的话，QP 也要被带走，刚才他被塔砸了。这边0-2有点惨。这边老牛隔着树林，我们就稍微凶一点，磨一下他的血。但是我这边四级想要杀他还是比较困难的，配合牛杀他的话，这边一个隐身的大牛，最后就不上了，没什么机会。前面说那个，说那个秀操作的问题，这边。我这一炮有点坑爹了，直接 C 一炮凤凰中了冰魂的大，然后大牛在追，我这边又没血，我就不管了，继续回线上补兵。前面那一压有点坑爹了，大牛把那个 QP 给踩中之后，冰魂给了大，我应该等冰魂的大砸中他了之后，然后再给他一炮，那样的话应该是可以带走 QP。我前面应该是没有注意到冰魂丢大了。这边7分钟终于做出了我的速度之靴。再买一张 TP。前面说秀操作的问题，我以前比较年轻，然后年轻人可能比较张扬，比较爱秀一下。以前呢，我也是把路人打路人当做自己的一个，当做娱乐，当做一种享受。所以随着自己的性子出自己爱出的装备，打自己爱打的打法。可是现在不一样了，现在做视频可以算是我的职业了，那么我也就是刻意的打稳一点。好，告诉大家一个英雄在不同的处境下，
最好的处理方法。再说了，其实打 DOTA 根本不需要什么操作的。那我的 APM 只有100。DOTA 也只需要操作这样一个英雄，我觉得没什么操作可秀，唯有就是每个选手的反应意识等等吧。这边沉默说厉害死了，应该是那个刚才冰魂大招没砸中他。这边我想要跟 QOP 拼一下，因为刚才看到大牛在我身后，结果这个沉默直接开了一个大招，然后我往后跑，想要回头一个反身 C 炮压他一炮，结果他直接一个 B 到了我的身边，躲了我一炮。不过我的队友还是把他带走了。对面的沉默几次大招给的，看他应该切地图切的应该比较多。这边支援到上路，这个机器人被带走，被这个蓝玉涵带走，蓝玉涵加了2点智力，非常的舒服。我玩沉默的时候也经常喜欢吸智力，然后总想着把别人的智力吸成放不了任何技能的，非常邪恶的想法。这边耐心的等待兵线过来，我肯定是不敢，这个兵线没有过来，我肯定是不敢冲上去收的。学员这边攻击力也是非常的高，我一个3级的炮压下去，他直接一个普攻就把一个法师给反补了。兵线又过去了，再等吧。圣殿指环假腿水人。Agreed. That was my plan. Very well. That was my plan. 这边沉默和沙王过来压3炮，然后水人吃了一个魔棒，又开了转属性。这个机器人日子也是不太好过。平衡一下血量，两炮把四个兵全部收掉。这时候11分钟还是小鸡，然后就变一下鸟，然后运一下进化过来。这边魔法不是很多了，这个我还是稍微站后面一点。这个进化，日子不是很好过。11分钟，一个鞋，一个护腕，一个力量腰带。这边冰魂也是非常的果断，看到凤凰和 QP 直接选择了 TP， 然后这个老牛应该是要被带走了。沉默智力也是吸得非常的开心。有人 TP 下来了，沙王刺到我了，凤凰加水人直接回头两压，想要试图带走这个凤凰，但是两炮压完之后他直接一个 D 走了。因为刚才那种情况我被包了，还是走不掉，那没办法，只能试图拼一下。有点惨。这边冰魂也是看这样逆风的局面，选择了一双草鞋就开始出 maker， 也是非常正确的选择。你要是这时候再想着去出秘法鞋然后再出 maker 的话，又要慢很多。你要是而且像这种局的话，冰魂他不会形成一个魔法不够用的情况，因为呢都是如果跟别人打的嘛，都是打一波，不可能说是
像去打 gank， 你 C 完了放完大，然后需要补给，这样。这边刚才 TP 下来想要支援一下，然后这个凤凰直接变蛋，那我们只能撤了，贴个大药膏。哎，这边大牛一个 CT 二连，一个 C 炮想要先把水人给带走。这边凤凰飞走了。刚才我急着放 C 炮是害怕那个水人他开出转属性，因为水人他被晕到的时候是可以开转属性的，我怕他血量回高了之后秒不掉，然后就直接选择了一个 C 炮，结果是水人他没有开出转属性，刚才我们是看到的，然后已经是被队友的输出给带走，然后那个 C 炮打到了凤凰，又是坑爹了，把凤凰给打醒了，然后没有击杀掉凤凰。刚才那样主要是想比较稳的带走水人。凤凰这边骨灰草鞋加上一个魔棒，这边14分钟零杀四死一助攻的数据，然后是一个护腕，一个草鞋，一个马上是可以出到假腿，也是比较惨。那这时候应该怎么样打呢？这时候如果没有非常好的切入时机，或者说什么非常好的神符，比如什么隐身加速啊，推荐大家不要参加团战。如果对面要逼我们塔，我们就可以打得聪明一点，避其锋芒，去推线换塔，更多的去积攒经济。这把我还是我们这边的唯一的 DPS 物理输出。这边刚才没有选择做假腿，然后没有什么状态了，然后直接是把瓶运来，三口喝完，然后把瓶运回家，用一个无耻的小鸟灌水流，然后过来打野。然后队友在这边逼中塔，拉一波野。中路打起来了，沉默已经放大了，就是我状态不好，而且没有装备的支撑，我们就不过去，把这波拉了两波的野先收掉。中路还是打得非常的纠结，打了很久没有死人，看一下16分钟有没有下符，没有，迅速的两压带走这波野，然后喝一下魔瓶去带下路的线，去逼下路的塔。如果把人逼回来的话，哎，沉默，直接走了。还有一个凤凰，这边有两个人下来的话，那我们中路就是四个人推他们塔，他们好像是这个塔不想守了，继续打野。前面说到逆风要去多去带线，然后推塔，积攒经济。如果比如说地图没有人了，你感觉有危险了，最好还是不要过多的占线，多去打打野，尽量少死吧，不死就是钱。不死就有钱。这边17分钟假腿磨平，大魔棒护腕，然后冰魂做出了他的第一个大剑没肯。位置可能不够，不然牛头一个 F， 估计那个凤凰就要挂了。刚才他是中了冰魂的大招，这时候上路的线过来，我们过来收上路的钱，复制了一个，我应该是要往回拉，
然后如果我敢上前的话，他就可以拨我了，得打得凶一点了。他没有这样做，还是打得比较稳的，去用他复制的那个去探一下别的地方的视野，然后发现了我们这边的人。刚才我们的牛头和冰魂是想要过来搞他的，让水人也是知道了这个情况就撤退了。然后这时候像现在的局势的话，我们中塔和上塔都是被拔掉的，那上路的战线会比较长。然后这时候对面如果推塔的话，应该是要推下路，然后这时候劣势路就是我们非常好的带线的一条路。哎，下路打起来了，冰魂一个大招大了三个，然后牛头一个大了 QOP 会不会挂，就被冰魂的大招给带走。然后这边我们 TP 下来，但是刚下来就被凤凰的那个蛋给弄醒了。凤凰还在烧，凤凰血量不多，磕个魔棒，然后冰魂加个梅肯，一个 CT 二连加一个冰魂的 C。 好，这个水月没有技能了，挂掉。这波没有死，然后这时候可以去，这个状态不太好，可以刷两波野然后回家。哎，居然没刷下路收一波线，收完回家。 C 法师，哎 QP 逼过来一个 F 想要躲一下大，有点骗自己了。这边我有点太贪心了，想要收一波小兵然后回家。结果 QP 这边复活太快了，没有注意到，直接是被他一个二连给带走。这只能怪我自己太贪心了。这边牛头和机器人想要gank一下上路，因为这时候对面优势比较大，然后对面应该会选择压着我们打，霸着我们的野区，然后破我们下路的这个外塔。然后这个机器人和牛头就是打一个逆向的思维，想要跟他们打错开。比方说他们四个人下路抱团，要霸占我们的野区，压制我们的精气，对我们的塔。那么他们还有一个 farm 的人，我们就去抓他。That was my plan. 然后刚才上路的线又是比较好，如果抓不到的话，避一下上路的外塔也可以。如果把他们下路的人给逼回去的话，那么下路我们就可以去 farm 了。如果不逼回去的话，下路实在是太危险了。你看这时候对面的人不停地在下面集结，野区我是根本不敢去的。牛头这边又给了一个大招，有点多余，当收一下小兵吧。 QP 经济球应该是在做 A 仗，这时候没有太好的线 farm。 22分钟，看一下上路有没有符，有个加速，有个加速的话不太容易挂掉。来中路等一波线，点个 C 炮想要收这个法师，没收到，不过压到了他们的人。又来了一波兵，这波兵想要收一下，插炮 C 炮，直接看到水人在后面。沉默开了加速，沉默开了大招，我开了加速，然后带走了这边这个沙王，水人直接拨走，不追了，没有意义。上路的线过来了，这个上路的线应该是安全的，对面刚才都在中路出现了，没有出现的只有一个 QP。 那我这个1000多的血量 QP 想要单杀我是不可能的。再带过，这边
大家带线的时候，给大家一个小建议，就是你每带完一波线之后，你就往回走，因为那个兵死掉的时候，还会有几秒你的视野，你这样往回走的话，往往会给别人一个错觉，就是你这波带完不带了，也许别人就不 gank 你了。然后你往后走吧，就不一定非要走，然后到时候看看线，看看各路的小地图情况，选择是不是再继续带一波。我觉得这个小技巧还是比较有用的。那这边我是买了一个大剑，买大剑呢是准备做一个引刀。那像这种局面想要打开的话，我觉得关键英雄有两个，一个是牛的跳刀，还有一个关键就是我自己。我是这边我们可以说是我们这边的 DPS， 我们的后期。对，那但是这盘对面有一个沉默术士，这种很克制牛头这样英雄的一个英雄。感觉如果我出 BKB 的话，可能点不过一个非常顺的水人。然后面对 QOP 和凤凰这样的英雄的话，可能会被他们风筝玩死。这边引刀出炉了，看一下这个水人，想找一下机会。他这个血量我感觉有机会，直接 M 住他，一个大招，一个 Z 炮。这边直接升了一级多，然后观看一下形势，先不要暴露在视野范围之内。这边小兵要刷出来了，我们走过来，两压清兵，这样又打了1000块，没人来，我们就把这个塔补掉。不知道是谁来，无论谁来，反正我都往后跑，因为这边我状态不太好，而且他们来杀我肯定是有把握的。那出引刀的话带线是比较不错的，他们也不可能永远五个人抱团抱在一起，那样的话就打不到钱。这时候就需要找一个时机，利用引刀重叠大招的效果打出一个奇效，就比如带线带的比较深，然后可以选择打一下野，然后看一下对面有没有人来收线，有血量1000多左右的话都可以考虑一下单杀。那像这时候影魔最好的节奏是什么呢？自己买一组野，把上路的线带过去，然后在对面的高坡插了野，这样的话带线就会比较大胆，知道对面的人在什么位置，然后就可以利用这个线来牵制住对面，不让对面来推我们的塔，同时又可以积攒很多的精气，为后期的一波做好充分的准备。不过出引刀的话团战还是不太容易站得住，需要非常良好的走位才可以输出。那具体引刀和 BKB 出哪个好呢？我也是说不太清楚，反正这局我是选择了出引刀，觉得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。感觉有点危险，TP到中路，队友四个开悟了，那我们紧随其后。水人，一个 F， 一个 C， 然后各种技能，秒掉了这个水人。水人连死2次，对他的经济还是影响非常的大的。那这边我的经济也是慢慢的起来了。开双倍推塔，这时候5打4，对面应该是不敢来守的。如果对面要守这个二塔，要是成功了还好，把我们打退了还好，
要是万一被我们团灭了，那么他们的高地就没了。对面也是非常清楚这一点，然后选择了不过来守，然后我们也是占了一个便宜，杀了个人拿了个塔，我们也就走了，买个护腕，买个鹰角弓，打算做一个蝴蝶。蝴蝶还是直接提升自己，输出一个非常好的道具。这波也打完，还差那么一点点，十六级。Greetings. Agreed. You thought of that. That was my plan. I hunger. 好，换一下这个经验，十六级。I must hunt soon. Agreed.凤凰往下走了，这里还是节约一下时间，等那个线过去之前收一波野，然后过去再刚刚好。推下塔 QP QP 这个位置好像想要释放一个大招，刚才看他是身上有一个 A 杖的效果，这个塔没有被反补掉。刚才我们的站位还是比较怂的，我这边没有 BKB， 像打这种团的话还是有点虚的。这边水源有点大胆，直接站出来补。像这种情况，万一直接被秒，比如我们还没有走，直接被秒，那就不太好了。这边我说我想走了，但是牛头上去直接一个跳大，沉默开一个大招。开领刀，这个水人直接找了一个位置 A 他一下 SK 刺了我，摇了大，这我要挂了。这波可以说把好不容易打回来的一点点不算是优势，肯定还是劣势，只不过前面刚刚打回来那么一点，然后又是葬送掉了。刚才其实前面我是想要走了，因为刚才我们推了下我们推对面一塔的时候，当时我的站位就是已经有点怂了，当时 QPA 仗我怕他被他大到，怕他们冲上来，因为我还是比较脆的，比较好秒的。然后对面牛虽然有跳刀，但是你如果跳不到沉默的话，他给你开一个沉默，那我们团战也是不太好打的。然后我们逼到对面二塔的时候，上路和中路的线已经过来了，那时候我们最好的策略就是撤退，然后回去收中路和上路的线，这样的话我们就是非常的赚了。那这边一波团战输掉，不但死了之后，然后还有一个肉山被水人拿掉，这样整个局面又非常的不利。 TP 下路收一波，直接往后撤，这时候对面很有可能在我们的野区，因为他们刚打完肉山。牛头在我上面，帮我不知道他要去哪，但是我可以看到他的视野，这我就不太怕被干戈了，就可以过来带。这就是跟大家刚说的那个小技巧，兵死掉了之后你先往后走，然后之后你是继续带还是走，那到时候再看。这线有点深了，凤凰往下走，河道应该是要下去收这个钱。这边有个眼，大家可以看到他身上有个眼，他可能马上要去河道这边插眼，先发个信号。然后跟队友说放了眼，再点一下他，凤凰的眼没有插。TP 到上路，这时候上路线比较好，然后对面这时候优势又非常大了，估计又可能会想要压着我们打。这边煞王带线的煞王应该是不太会有人会去蹲的，但他直接跳走，他意识到了危险，这时候他们可能看不到我们的人在哪儿，
然后这时候他们的上路线又非常的不好，很怕我们顺着线抓人，上王也是非常聪明，选择了撤退。这边这个局势不太好打，那我们想要打出奇效就在上路蹲一下。QP A 杖，然后出了一个石魔力量斧，应该是想要出一个黑黄，这个凤凰1500的血，这个必须配合冰魂的大招才可以杀掉这个凤凰。先问一下冰魂你有没有大 QP 是去了下，这凤凰好像也走了，应该也是去下路跟他们会合，先把这波野给收掉，然后再看看上路可不可以收，多观察一下地图，感觉这个上路没有什么危险了，直接过来带线，牛头也是跑上来蹲我，也是蹲一下对面过来的人。刚才看到凤凰往上路走了，凤凰一个人来了就代表很多人来了，大家可以这么想，如果你看到一个这样带线的影魔，你想不想抓他？你过来抓他的时候你肯定要打信号，你打信号你打路人，你又不是自己那种非常专业的战队打得非常有条理，那你看到一个人打信号试图想要去抓影魔，那也就屁颠屁颠的跟着去了，所以可以判断他们的人都过来了，然后直接 TP 到中路收钱，马上蝴蝶。在这个局势非常紧张的时候，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，之前和大家介绍的 Peace 专属鼠标已经开始发售了。会送签名照，照片还是我刚剪头发照的，感觉还是比较不错的。那一会儿在视频的简介里告诉大家购买的地址。话说前面也是刚刚打完送鼠标的那个桌游赛，那比较巧的就是对面，就这局对面的沉默也在其中，我看他 ID 是很熟，然后后来我们聊了一下得知是他，也真是巧，后来我们互相加了一下好友，约好了下次一起玩。这次水友赛本来是7:30开打的，本来预计是打到11:30差不多结束了，没想到一打就打到1点多，一共是打了5场，现在也是感觉有点累啊，现在看一下已经是夜里面4点多了。哦对了，之前一直没有和大家说，那6月1号和8号我要陪我的女朋友去旅游，很早就买了票，本来是想下周想要停一周视频的，但是我记得上次我家里面有事已经是停了一周视频，下周就实在是不太好意思停视频了。这边陈默放了大招，中路打起来了，看看是谁死了，是牛头挂了，这边大牛开了 BKB 和战鼓逃跑，中路对面想要推我们的二塔，那我们可以上路带一下推对面的二塔，刚才看到 QP TP 了，也是选择不追了，知道杀不掉我，然后这边这个机器人来了，机器人很难和我杀他的话还是不太好杀的，过来打打野，然后观察一下对面的动向再选择继续带还是回去。看引刀到这个比较猥琐的位置，一般别人不会想到的位置，然后 TP 走再换取别路刷钱，刚才是感觉对面过来了。继续回到刚才跟大家说这个旅游，这边冰魂推了一下自己给我加个秘法，
也是看出这选手比较的年轻，性格比较的贪玩，他估计也就十七八岁吧，反正现在厉害的都是十七八岁，我发现了这些那些民间大神基本上都十六七岁十七八岁。那前面说到我要陪女朋友去旅游，然后呢上次是停了一周的视频，下周不太好意思停了，然后我这两天也是有多多去打了天梯去录制视频。那去旅游之前想要提前做好视频，然后到时候我不在的期间让我的朋友来帮我传一下视频，这样大家就有视频可以看了。不过这部视频做完还有渲染估计要很久以后了。我估计另外两盘视频是没有时间配音了，那到时候也只能作为一个无声版来封上了。有点计划被打乱的感觉了，本来想着是十一点半左右打完水友赛，然后又多出几个小时可以去渲染视频，然后再做一下之后的视频，但现在仔细想想时间这个时间来不及了，我这边中午就要去机场，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，那希望大家多多体谅。那旅游过来之后一定多多更新，然后多多打一点更精彩的视频。这边刚才感觉到对面有人来了，我们还是引刀先躲在这个最比较猥琐的位置，别人不太容易想到的位置，来观察一下。这时候在想 TP TP 这个水人1200的血，对面另外四个人在地图上已经消失很久了。这时候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， M 住他摇大三下 A 死直接 TP 回去。这时候我想对面肯定想不到我一个影魔想要过去单杀这个水人，哪怕对面是在野区打野可能也是来不及支援。那刚才我这个举动还是非常大胆，这边我是在打字打出了艺高人胆大。其实这次我陪我女朋友去旅游大概是在四月中旬的时候就买了票，那主要呢是因为我平时有我自己要忙的事，然后打斗他的时候也因为要录视频也不能经常和他一起打。可以说真正能陪他的时间还是很少的，所以想要陪他一起去放松一下，那另外自己也是放松放松，算是一点私心吧。牛头一个跳大 ace 凤凰和沙王，这边开了 BKB 的 QOP 还是被我几巴掌 ace， 这时候我的输出还是非常的高的，因为刚才对面是没有什么控制，然后就没有选择开 BKB。打中山，其实吧我本来一开始不太想出 BKB 的，所以在引刀出完之后就选择出了一个蝴蝶，但是后来又感觉没有 BKB 的话可能还是比较难站桩，还是太依赖一个好的时机了，但是不可能总有那么好的时机，还是做一个 BKB。对面还有三个人在读秒，我们来推一下这个二塔。这时候从装备的角度来说的话，大家可以说已经是持平了。
POP A 杖 BKB， 然后沉默也做出了 BKB。我这边是 BKB 引刀蝴蝶，再磨几下塔，然后走，直接跟队友汇合，来到这个中路。大牛说走，想要等一下，看看还有没有机会。看这时候，牛头能不能一个跳大，跳两个，然后我们把这几个给杀掉。摇大，冰魂大招，牛头一个 F， 然后又带走了水人。这时候对面太大胆了，哎，我被队友推了过来 ，QP 甩了一个大，必走，不管推塔，上网买活。先把这个塔 A 了，开了塔防。凤凰在这边烧我，还是非常痛的。开个引刀，看看这波还打不打。点 QOP， 点死。沉默开了大，我们过来拆建筑，这边不太好冲。开个 BKB，A 杀王，然后是沉默，沉默把自己推走，回来回头 A 凤凰，开引刀加速。一巴掌两下，再来一下，直接被大牛带走。这个大牛这个光环还是非常的硬棒的，对面的人被大牛贴上的话就会显得非常的脆。这边我们是成功破掉了对面一路，前面一开始我们这边对面在中路收线的时候有点太大胆了，那三个人的站位，我们还对面应该还没有确定我们人已经回去了，因为在地图上根本没有看到我们，他们就这样轻易的出来，他们也是为他们的轻率付出了沉重的代价。这时候我们的心中还是非常舒服的，非常的爽的，像这时候破了对面一路，感觉快能赢了。那前期受到的这种前期被压得非常难受，可以得到一个释放。这边我又说了一句艺高人胆大，这个血量我要干嘛呢？看一下沙王是不是想带，算一下他的位置，摇大一个大招，开 BKB 两巴掌 A 死，然后逃走。That was my plan. Very well. That was my plan. 这个沙王感觉他用那个沙尘暴用的不是太多，不过我们可以看出刚才沙王那个反应还是非常不错的。我一个大现身了之后，他直接反身给我一个刺。That was my plan. What? 不过我是发起先手的这个人，他的举动都在我的视野范围之内。所以我可以直接摇个大开一个 BKB， 而他就是一个临场的一个这个反应，这个判断可以看出这个沙王反应还是非常迅速的。What is it now? What, mortal? Very well. Agreed. 这时候我们需要出一个什么东西来释放自己的这个前期的郁闷呢？牛头打出了圣剑，刷两波野。这时候我钱不够了，我想起我有一个瓶子，有一个魔瓶在冰魂身上，我让冰魂把魔瓶还给我，是那时候打肉山的时候我扔下来的。看一下48分钟，哎，刚才看到一个双倍符。这时候圣剑加上一个双倍是什么感觉？
五人开悟 That was my plan. 吃双倍 You thought of that. Agreed. That was my plan. 这时候攻击力非常非常的恐怖，牛头跳过来 M 的雾，哦，沉默，哦，原来是一个水人的。刚才我们的雾被照出来，然后是说应该是有一个隐身的把我们照了出来，也不知道是不是。这时候攻击力非常的恐怖。直接想要一波基地了。沉默给我个 C， 我还他一个 C。这时候双倍的效果消失了，不过不要紧，开警刀，撒了粉，我直接开 BKB， 四下 A 死，再 A 这个水人，杀王，被凤凰的大定了一下，牛头一个 F， 那么此部视频到这边就结束了。另外有一个朋友让我带两句话，说了好几天了，前几期视频我都忘记说了，就是等一下等一下，我去拿下本子。是这个小一百万羊肉串黄磊磊丁GCL 向你们问好。这个朋友让我带话带了好几期了，我之前一直是给忘了，然后特地拿一个本子记了一下。那么本期视频到此就结束了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不久的下次再见。